诸位，复活金仙今日势在必行，今日必取秦千贤鲜血荒唐。告诉陆十七，说我说的，让他保护秦千贤。十七，陆昭阳让你保护秦千贤。你说什么？陆昭瑶，门主说救谁？秦千贤，高个子，最美的那个。门主说救，我便救。你退后，我来保护你。头啊，门主要求越来越多了，但我还是喜欢他。让十七带秦千贤离开。哦，十七，快带秦千贤离开。好。我大伯父，这是被他轻薄了吗？正常，他打小就没有什么男女之分的概念。我教他的时候忘了这茬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让十七带他回万路门。哦，十七，赶快带他回万路门，快！好。这就走了？那我们呢？你也赶紧走。别让那个老女人抓到机会。